天长地久，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不能长生。是以圣人后其生而生先，外其生而生存，非以其无私耶，故能成其私。天长地久，天地所以能长久存在，是因为他们不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自然地运行着，所以能够长久生存。因此有道的圣人遇事谦退无争，反而能在众人之中领先，将自己置于度外，反而能保全自身生存。这不正是因为他无私吗？所以能够成就他的自生。